哦吼，有货喽！哇，这什么鱼呀？红色红色的。哎呦！哎呦！这家伙会闪现。跟着他，跟着他，是一条石斑鱼。东星斑他家亲戚，红星斑。有了，嘿，自己跑到岸边。哇，这种鱼特别昂贵呀，爽啊！有货喽，躲到里面去了。捏住它，出来！你头部这里一条海鳗，哇，好凶哦！它应该掉了两个牙齿了。它不知道我这个是不锈钢。潮水好干，这些珊瑚石全部都漏了。嘿，这家伙寄居蟹。这是领盒饭了吗？哎呀，活的，看这斑节虾，呀，来，哇，这个脚好多个，个帽子螺这里，走吧。哦吼！哎，还有意外的收获！咦呀，这鱼被搁浅在这个水井里面。满潮的时候，我这个位置是很深的，有个5到6米深哦。现在是大退潮啊，不过不算很干那种。这螃蟹在干嘛呢？慢吞吞的，这傻瓜蟹，它的颜色好红啊！哦吼，有货了啊！这海胆不错，吸得这么紧，哎呀！哇，上面还有这些小海螺。哎，看到我过来，他还就想游到石头下面。出来，嘿嘿嘿，又钻进去。哇，是条两点鱼，好漂亮啊这鱼。看到没，有货咯，一个大海螺，哎呀，呼，多来几个这样的就可以拿去卖了，换钱买五花肉了。看到没，发现一条鱼了，挨着那个岩石，这家伙被搁浅了，怕太阳晒的，躲在这个石头里面。哇，这鱼还不错哦，哎呦，还挺凶的嘛，是金骨鱼，抓了头部。哇，还有了，拿上来先。这鱼特别漂亮，身上这些斑点，很贵的这种好货，在我们这边，平时抓到一只半只。都喜欢拿回家给小阿平煲粥，营养价值特别高。看一下这些暗洞，这个不是螃蟹的，就是那个海鳗的，有时候也会有鱼躲在里面哦。退潮后都显露这些暗洞出来了。哎呦，这里有鱼哦，我有两条，是傻瓜鱼躲到坑里面去了。
哎，估计他们是从那些暗洞跑出来玩的。这边还有，哦哟，那么多的吗？竟抓到条大的！哎呀，呦呦呦呦！这边还有，打水打水打水！看，都是傻瓜鱼。哦哟，这个扎到的话不得了了。哎呀，这里还有一条。哎呀呀呀，哎呀！他们搁浅在这个水坑里面了，要么就是从这个坑钻出来的，刚刚跑了一条进去了。哎，这一条可能要掏不到了。哦，我明白了，这个80%都是躲在这些坑里面，然后涨潮了他们就想游出来。哎呀，这一条逃不出来了，跑了一条哦。走了，咱们一会儿再过来看一下他会不会出来。有货咯，这螃蟹想卧沙，看，是一只喷水蟹。这家伙全身是盔甲，青蟹也不一定干得过他。这两个大夹子特别的好吃。这家伙是在吃什么东西啊？嘿，看，哦哟，我来了，他还在吃，想躲到坑里去。这是海龙吗？不是哦，是长鱼。哎呦，看。哎呦，开始想咬了，这玩意也是挺凶的。这边有条海鳗，这家伙被搁浅在这水坑里，哇，水好烫啊！我不抓你也会领盒饭的，还不如给我做贡献。我去，被这家伙吓了一跳，应该是涨潮了，跟着潮水进来的，一条海龙，来，嘿嘿嘿，慢慢的抓了尾巴，抓个8寸，哎，像条蛇一样的。光头哥，大品种的没发现，发现这种小品种的。哇，他那些触角的吸力也是特别紧的。哦吼，是一个椰子咯。这海螺挺会找坑的，不大不小，就刚好够它居住。哇，这一个大，这里有个亮货。哎呀，终于碰到一个值钱的了，这个贵哦，这个起码换几十块了。这种螺比较好吃，然后市场上也很少出现的，一般刚才抓到一两个我都带回去给小孩吃，舍不得卖。这边水太深了，还是找一些水坑啊，或者是被搁浅的地方吧。好多跳跳鱼在下面。哦吼，有货了，慢点下去，这是螃蟹在捕食。哇，这螃蟹把这个什么鱼啊，金骨鱼，看那个头部都被它吃去了。哦，好臭啊，这个鱼。
我们觉得臭的东西，这些螃蟹是觉得特别美味啊。这里有个亮货，哎呀，两个，哎呦，看，这鲍鱼都特别的肥呀、啊。看到条鱼游到这个石头下了，哎呀呀，头部这里，本来想揪它尾巴的，把它捅出来，出来了吧？还要咬咬咬得到吗？这家伙是在晒太阳吗？你真会享受啊！哎，美人鱼，特别好看哦！哎呀呀呀呀，它被搁浅了，都没什么活力。水温太高了，这些鱼就算不抓，它也会领盒饭。有个亮货这里。是花海螺，个头还不错，还以为那个是帽子螺。哎呀呀，想跑啊！现在跑来不及啦！哎呦，有了，呼呼。这么漂亮的水坑，不应该有些亮货吗？亮货没有，丑货有一只。哎呦，那条鱼游到里面去了，这是一个蜘蛛蟹，给你们看一下。这玩意儿长得好丑啊，不过它长得丑，安全感还是十足的，没人会捉它。有个大螃蟹在这里偷吃，哇，看一下，哦，他不好意思吃了，啊，这是袋子，被他啃的已经啃烂了，这家伙太牛了，呼呼，哇，大红花蟹。斑节虾，抓这种虾要拿手。哎呀呀呀，他想拿那个针来扎我。哎，这样捏住他，哇，那尾巴好看吧？嘿嘿，抓要抓紧，不然他会弹伤哟。看到没？有个海胆这里哦。哇，满身是刺的，在水里也是特别美观。走了，跟我回家，是不是很漂亮啊？砸到你的话就不漂亮了。最近螃蟹也是比较少的。嘿，这家伙差点就没发现它，它们颜色跟礁石差不多的。抓这个鱼要抓头，它们特别有力气，夹子抓的话会把你夹子打坏。哈哈，它嘴巴闭着了，张嘴，哎呦哎呦，还挺凶。
个鲍鱼在这呢，看，这可是可遇不可求的好货，刚才偶尔也会抓到一两个，不过都是留回家给我们家小阿平吃。他这个时候想找个子，这边有个帽子螺，中个头的，不知道是鱼还是什么，躲到这石头下面了。是海鳗吗？看到那个尾巴了，这石头给它能不能掰得起来？哦，是鱼，哇，还不小啊！哎呀，是一条石斑。一个海参，这里学名称之为海茄子，像这种应该是肉仔的，嘿嘿，像个火腿肠一样，嘿嘿，黑色的火腿肠哦。跑得好快，应该是一条鱼的，但是不懂是什么鱼，动一下它会不会出来？哎呀呀呀，有了有了，有，看看，都跑到坑里了。这种是石头鱼，毒性特别强的，也可以称之为虎头鱼。看，这种鱼特别会伪装，你不注意的话，你压根发现不了它们。长得好像个石头一样，是吧？嘴巴好大，一般出没在这些岩石边，都是想吃螃蟹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平哦。今天的赶海就分享到这里吧，咱们也要回去了。喜欢阿平的，点点关注，拜拜。